昨天早上我们例行的检查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山猪不知从哪里山上面跑下来的，然后就跑到那个桥上面，因为那个玻璃桥很滑比较高，猪好像有点怕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赶出了那个玻璃桥。原本我们也怕，但后来发现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攻击行为，而且是两腿发软的，我们就也不好动它，只能用扫把啊一些竹竿啊把它慢慢的赶出去。晚上的时候我们都有把它关起来的嘛，有门，就是开门检查是清洁卫生的时候，它不知道从哪里撞出来的。因为我们这里是相对比较偏嘛，可能有这种野生动物出现。但是跑了几天以后又好像很害怕一样，好像躲在那个树林里面不走，后来我们看着它走了之后我们才离开的。